那你走啊。哎，奶奶几岁了？92岁。江奶奶。江奶奶。你好。这个哈。在后面要不要给他先垫一下？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发现他的两个脚放平的时候，他前后是有一个差距的。对。那等一下调整后会平吗？会啊。那我们先把它照一下好不好？因为那个摄影机是不会照到这么多的。我们把它两个脚放平了。你看现在的情况是前后平了，然后上下是有一个。上下是有一个，是很清楚的，前后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度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那我要怎么帮他调整？最开始你这样子，这是想让他不要倒。这个脚让他不要倒，你也不要倒，你用想办法用你自己身体把它撑住，是让他那个脚不要倒。对对对 OK， 好。轻轻把它动一动。是从这里动吗？以这个为支点吗？髋关节。哦，动他的髋关节。这一段没有什么大问题。哦。紧而已。是髋关节转动。轻轻的就可以。是从这里用力拉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不用力，不要用力。哦。用力会不舒服，会疼痛。顺它的势，用势的力量。因为我做的时候，那个养护所外面的阿妈都听到我妈在嗨，哈哈，真是。你做她不会嗨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说老师，您是一流的。所以这是左右。对。左右的旋转。一直内旋很厉害。对对对。内转了、啊，不是内旋，内转很厉害。慢慢一点点，慢慢出来。不要急，这。急不得。哦，是。也许一次进不来，两次、三次都可以啊、哦。像你们这做的，不要用力，轻轻的做。哦。是往上吗？往上往。不是，旋转。你看左右。哦，是整个。对，旋转。轻轻的旋转，这是外，就是让外转出去，这内转。往外这样子。对，让它髋关节周边的那个韧带轻轻的动，轻轻的动。来，阿公呢？把那个把轮椅推出去。好。阿公呢？阿公呢？慢慢增大，大家往前开始。丁燕，把那张椅子拿出去好了。好。再把那个就拉过去一点，你就好做，好吗？好。把那两个距离就行。好。
是这样录音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录音。哦，有录音了。哦。录影跟录音是一起的。同步的。哎、哦。是是。好，那你要提问什么？啊？你在自己做的时候有什么问题？我发现，因为我就是用你的方法，现在有很大的改善。是。可是到现在来就是。又遇到瓶颈了。不是，就是我没有办法，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做了这么久，从你那时候教来教我到现在，就做到这样了。那我在想说，是不是可以再更上一层楼？因为我看到他两个膝盖是。慢慢慢慢往一点点往下降哈。哦幅度变大，好，啊，这个膝盖要松，膝盖松好，是，让它垂直，轻轻的，你就说垂直90度是指这90度，好，一定要90度哈，好，才不会伤害到膝盖，好，这90度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要把它拉出来，对吧？这个地方要往这边拉，因为它是往里面。对对对，就这个90度就可以了哈。这个最主要就是这个90度，对膝盖的时候，这个慢，因为刚开始它是一直往内收进去的，就内转进去的，慢慢，它可以出来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出来。嗯。所以我膝盖现在松一点，就是让膝盖松。你的膝盖太远了。那你的声音可能要大一点，因为有点远。怕收不起来。哎呦，都没有叫呢，太好了。可是别人做，他别不会撒娇。女儿做会撒娇。没有，我都是给他，因为我记得你上次有叫我要这样压。对对对，那是压了，那最后了。要先松了，一定要先松，松了才可以做。你一次做它会痛。哦。哦，这前面的那个松哦，要用点时间的。哦。一定要这样松了才能够调。哦。嗯、对不起啊，一刀半死，搞得妈妈不舒服。但是我看到他有很大的进步，你也看得到哈。跟老师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很大的进步，还痛吗？不会痛哈。伊古疗法是一个无痛的疗法，而且它的动作很轻盈。那个不要头低低的，你是这个角度让我照一下。啊，对，我现在已经可以到这个角度。这边也照一下，所以我从这边照一下。OK， 好。它就是没办法外开，要把角度推大。韧带，整个韧带都要可以开，可以可以出来，它现在还不太能够出来，就是内转太厉害了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脚呢。你看它捏，你看捏也没问题，出来就整个拉紧。对，就是我原来是用这样去，但是它会痛。因为我把它送掉，它就不太正常。那一天大便几次？昨天有两次。
但是平常是一次，嗯，有都没有。都完全流止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流止。我是你一面做我一面跟哥一个在说，就是，我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疑虑，就是说老人家这么大年纪，那上次我已经请你讲过一次了，但是呢，还是不能得到太多的谅解啊。那我在想，有没有可能我们请那个老师你，协助过的患者也是类似的状况。我请他们的家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现身说法。比如说，他们有好多年，都是绑腿睡觉，这样的状况哈，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现身说法的报道，不知道可不可行？他们一般，你知道，病者家属都比较保守。尤其，怎么讲，他们都不愿意外人跟他们接触，做的时候都很多人要求我去，很严重了，都倒茶倒饮，就不愿意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他做了以后有成绩了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。对，有一个了，现在目前还在做的哈，那个庄文龙。有了一个做的标定，你知道吗？轴承的一个老板，他当年呢，他台湾有工厂，大陆有三个工厂，泰国有两个工厂，那他当然一年一度他会带员工到海外旅行，他到越南去，那越南去旅行，他不会在明什么？名胜古迹？不是，这就是他的首都啊。一定他到胡志明市，他都到那个周边去玩，就晚上他们喝酒，喝了大概喝点酒，就他晚上中风了，而且出血性的，结果他太太呢，先去睡觉，那后来他先几点钟回来，他太太不太清楚，先睡觉，但是半夜呢，他发现呢，他先生呢一直拉他的手，然后奇怪怎么拉我的手，而且。一摸了冰的，他就赶快起来一看，我那些人嘴巴都歪一边了，知道中风了，就马上请那个 hotel 的人帮忙，叫救护车来，送到医院去。他说我要最好的医院，最大的医院，结果呢，送到医院去了。奇怪，那医院怎么都，照理讲那个应该灯火明亮，晚上有没有？结果暗暗的，他心理上就有毛毛的。奇怪了，结果把先生推进去以后，就放在那个走廊上面，他就问，为什么没有医生来呢？我们医生明天早上才会来。那我问你，你是什么医院？我这边是回传防治医院，没有是那个乡下地区最大的医院是没有错的，但是呢，没有真正的医师，是防传防治中心的，其他一样医院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。真正的医院，结果那太太就不行，马上就要 SOS， 从新加坡直升机，我先生带他到新加坡包机给他，把那脑壳拿下来，4个半月，
在清除完的那个脑里面的那个，它是出血型的，清除干净了之后呢，再把它盖回去。结果呢，他在那个医院的时候，请了那一些那个所谓的外劳啊，他来照顾，照顾他整个左脚啊，他左脚呢整个不能弯了，因为他发现他先生呢、啊，整个脚像那个大象腿一样，支持的肿的很肿肿，也不能弯。结果他四处打听到底怎么办，怎么办，怎么办？后来他们家邻居，我认识一位陈太太，我说他女儿啊，听说那个他公司里面有一位林先生，林老师很厉害啊，你可以找那个陈太太啊，请那个林先生过来。结果他打电话给我，我说好，你带过来，我不知道这么严重嘛，就送过来的，到我那边，那时候我还在地下室，下不去。我说这样子好了，你先生很严重，我。你先带回去，我下午有空我再过去，就跟他看，一看就看了，就走不了了。但是林老师，你一定要把它弄好。就我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了，他先生不仅那个脚可以弯啦、啊，可以站了、啊，可以用猫之前那个脚。哦，这么厉害。哎，对。哦，我也很厉害。那半年你是每天都去吗？一个礼拜去？那一个礼拜去，那时候一个礼拜去三次。哦。就现在已经比较近了，哦、因为比较近一点。对对对，还不错。而且还是有一个。对对，这点是高低，这高低是没有吗？高低是一定有髋关节要转位，你看这整个都跑出来了，这边没有跑出来，这边只是懵的。哦，髋关节不错。是是是。对，有没有？哦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要怎么？就是你的髋关节啊，它是不跑出来。转位太大了、嗯。为什么髋关节会转出来？那我们先把它们找一下。可是它转位的部分的时候，就是。还没有完全，慢慢转位上的时候，我来讲只是讲一下。那这个是叫做什么转位？你刚刚处理的这个叫什么转位？它是只有什么内转没有外转，外转没有外转，没有外转，这没有外转。所以刚刚处理的叫做什么？像我那种穿有一个，就这是他的肩脚就是。就是让他内转，他肩只脚是外转，一直往外。小腿。哦，肩只脚是一直往内。所以我们现在转处理的是这个左脚的髋关节跟膝盖。膝盖的那个。膝盖整个整个都你看都僵直。对对对。那所以现在还要再处理这边吗？对，所以两个是不同的处理方式的。你要不要松掉？先把它松掉。但是呢，髋关节它没有办法，要很，这不是一下子，慢慢二年级。妹妹。就是人肉。三分肉。来，就是人肉。没事哈，哎呀，他搞不清楚，没事，他自己吓到自己，他东西掉下去，他跨姐，自己吓一跳，对，哎，他自己吓一跳，那个什么东西掉下去，吓一吓，可是会因为这样子嘛，就是说还在那个过程中，然后就是那个。所以刚刚是处理那个左脚的内转的那个，要把它开一开，这个就是我们再开掉，它现在可以这样子，是，把它开掉，一点点开，一点点开。那会不会受伤？好像，所以是两只脚都有问题。那这不一样，两只脚不一样的问题，是一定要做。这个是外转，盘腿，可以出去啊。啊，这个是外转出去，这个是内，一定要盘腿，向内，这个向外。对，所以温老师讲，就是要多做趋势。啊，所以这个，所以现在高低，这个前后的问题已经处理完了。这只脚是长脚，这只脚是长脚。长脚是外转外旋，短脚它是这段的内转内旋。哦。但是有的短脚是外转外旋的，只是角度小一点而已。它不是，它是完全内转内旋。因为它整个是这样往这边的。当初你们不知道，所以让他这样睡。那些那个，我说养老院啊，那些都不是专业，
对啊，他们没有很清楚。我妈妈已经到五月的话，就是第三年了。第三年。那以前呢，人家都可以动。啊，我今天还是坐车子来给人家看我妈游泳的照片，影片。这样是你习惯。嗯。我妈游泳很棒。人家脚都可以这样动了，都可以。你觉得什么不可思议吧？他现在原来高低不是不是，对，你脚都不会动，拉不开啊。你看，那得给点耐心啊。我真的很急了，很急了，但很急，但是这有点事实是急不得。对，其实它里面细分的话还有很多分层，是不是？很多急不得的，对不对？这样点耐心。嗯。脚是比较正常，然后松，每天你就这样颠点花点时间，我刚才到现在几分钟，哎，没有看的，因为我跑完的时候，这个应该是我们应该是9:30到吧，这个，我是参考一下。一只脚，你要让它松也花个10分钟。先关掉了。先按一下。再按这里。